各位揭发是女校的黑暗面，欢迎各位来宾进场。欢迎，欢迎林小琪。你喜欢她今天的造型吗？我觉得很时髦啊。对呀、啊，谢谢。在学校，听说她在学校打扮的时候非常厉害。我觉得你看起来就是在学校很狠的女生。真的吗？没错。这是什么事啊？所以你是会打人的那种吧？如果小腿很粗，然后上面布满了腿毛的女生呢？这种人绝对会被打，我被打得很惨。我跟你讲，最容易被欺负的人是哪一种人，你知不？廖北亚。对，是他长得像吗？就是那种会说，老师，今天有人没有参加晚自习哦，你知道故意讲这种话，想要陷害那些逃学的人。我想今天还有很多丰富的事迹可以告诉我们。欢迎丁小琴小姐。谢谢。好，我们要欢迎下一位来宾哦。民法第153条，当事人互相表示意思一致者，无论其啊，你跌倒了，推你，谁推你了？我请问你，他只是看一下你的书。刚刚我有然后就倒了，咳嗽就把他咳倒了。为什么会有学校？为什么会有这种同学啊？好笑，好笑！为什么情绪转折那么大？结尾要唱山歌，为什么？啊，思嘉，你念的是哪一个学校？我念的是蓝雅国中。蓝雅国中哦，跟阿雅同一所。所以你今天要讲的故事，就是在那个学校发生的事吗？有国中，然后还有高中的事，因为我有念女校跟男女合校。班上有同学会长这样子的吗？你说不男不女？林黛玉型的。如果是这么丑的音质的话，会打。你这么好看，会打会打，这种会。他也会说不要。好讨厌，好烦，你知道。南亚国中的故事，等下也让我们很期待啊！欢迎思嘉。接下来呢，我们要欢迎的是麻衣小姐，欢迎她进场。嗨，麻衣你好。嗨。民法第162条，再约要啊？为什么？为什么发生什么事情的？他听到日文。好了。他听到日文。他现在还没讲到。他怎么了？发明新武功，腿力很好。在日本没有这样的，日本没有长得这样的同学吧？好像没有吧？真的吗？有的话很奇怪耶。可是，在日本的中学是不是都会化妆化很难？我觉得会，会。但是我的学校是高中不可以化妆，不可以化，但是托东还是会化。台湾的学校可以化吗？不行，我化妆化就被老师会用，会擦掉。欢迎麻衣。嗨。下一位要告诉我们女校故事的是周小涵，我们欢迎周小涵。嗨，小涵。好。是不是你有种就躺着不要起来啊！哭的脸就是你在演阿信啊！你再让我们真的把你送到女校去上课。好，小黑念的是哪一家？明德国中还有明伦高中。你看起来不像是狠角色哎。嗯。就完全是人不可貌相，小时候超坏的，会欺负人。我是欺负人，欺负廖北啊！而且等一下人都道歉，你可以看一下，就是一整锅都是蝎子、跟蜈蚣、跟壁虎，谁会斗倒谁？好，欢迎小涵，请坐。谢谢。所以
最后这位今天有大新闻耶，就是最近非常的忙碌。没想到他也嫁得掉。欢迎佩珍小姐，恭喜喽，佩珍。欢迎。是快，再去跺几脚。对呀，等等，有种就永远不要我起床。啊，闪开！你一路把它滚到，等下滑梯啊！我不是。床上怎么有这种同学？让爹老妈访问新娘是吗？对呀。好，今天想办他。哎，你的婚礼进行到筹备到什么阶段了？就是目前的进度是还没有什么进度，我喜帖都还没有发。可是日期不是定出来了吗？对，日期定出来了。你要念，你要讲的故事发生在哪个学校？就是国中。哪一家？永吉国中。永，你从国中开始狠哦。对，你看起来就是很爱打人的样子、啊。永吉国中超多就是空巴拉口香烟卡在这里的那种。真的吗？对，你香烟会放那？女生没有，男生。那女生的话就是。改到那个脚那个裤管是脚伸不出去的那一种，没错，当时流行那种憋憋裤，对，然后你坐下小腿都绷紧，对对，因为有的时候你甚至没有懒得没有时间去改的话，你就会把那个裤子反折，对，然后再折上来，它就会自动形成很憋的那个状况。你觉得如果丁小晴跟他同班的话，谁比较狠？来来来，过来站旁边，丁小晴，把林黛玉夹在中间，好啊，林黛玉，你们俩欺负他的话，会谁比较狠呢？是佩珍吧？是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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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种同学真的不会被打死吗？一定打死他，会直接走吗？所以这两个同伴还是比较怕谁？我会自己动手，叫人家打是不是？我怕丁小晴，因为我觉得佩珍还有一点就是可以跟你沟通，对，说说话的话还 OK。对，丁小晴是下手会很重，真的吗？对，而且我感觉他就是身上有带刀。哎，乱讲好不好？没有啦。不是，你如果到了班上去，看到班上有一个像这样的女生，会把她列为假想敌吗？对他如果不笑的话，我会一笑起来整个就软掉。因为假想敌一定要有啦，你到一个班上，你就会先调查谁是最漂亮的，然后就跟他抢夺第一名的那个位置。没错，他的确是我的，一定是。然后班上有谁在，你根本这个哪里，这个怎么可能有威胁性？麻衣是小喽喽，我是。我现在因为我是后面有，对对，就是保护我的。他这种型就是说，因为男生都爱他，所以会被他操控的去打别人。然后像小韩的话。应该就是乖学生吧，抢你的男人，想要毫无毫没有毫无威胁。小韩今天是上错节目吧？就你有什么事吗？今天希望有一点漂亮的女生来加入我们，看不出来的。OK， 所以这两咖应该是比较最厉害的，不好意思了。所以希望那个等一下好好的调教我们家林黛玉，没问题。这样你倒是不跌倒啊，这样你倒是不跌倒，你这个人标准很奇怪。那这样你要不要？我也很救助，好，谢谢谢谢。被打趴反而比佩珍是有写过很狠的纸条被老师发现，是不是？对，因为那一阵子，因为老师是教什么的？老师是我的导师，然后他教中文，所以他个人就是比较严肃一点点这样子。然后那一阵子就是我整个风头太贱了，就是男生班的都不断的在传纸条给我，然后就不断的有风声出来说。就是我很多男生喜欢讲，那老师就有听到，所以你整集一开始有讲这样的话，好吗？就感觉很欠打，是真的，我必须先人为啊。小晴了，我跟你讲，我要先酝酿，因为要有前面的，你才知道说为什么老师会这样对我。我觉得你不是风头很贱，只是人很贱而已。你可能误会，人也是很健谈。你们该不会真的有把同学带到厕所围殴过吧？说我，你真的没有，可是我有亲眼目睹大家在围殴别人。而且是我很好的朋友，因为她长得太漂亮了，我很庆幸我长得算中等漂亮。
真的，我中等漂亮，做人又好，你只是中等而已，没有漂亮。中等漂亮，你看看我们班，他不是要风头很健吗？那就是很漂亮才行啊。所以大家对我啊，照片，对，这里面有哪一个？哪一个？没有你啊。哪里有你？啊，我知道最这个最旁边最左边那个吗？第二个，左二吗？左二哦。对，你是说真的最漂亮是中间那个吗？对。那最丑中间很像傅永爱。最丑不用讲，我同学都还在台湾。都在看。对。所以你是从那边数过来的第二位。最下趴的有 Hello Kitty 相机的在哪里？哦，看到了没？有。你很不漂亮哎。我跟你讲，你这样凭什么风头很健？我觉得你们要把你们的那个审美观念调到我们国中的那个时候。我国中的当时真的是打遍天下无敌手。不管调到什么时候，都是中间那个最漂亮啊。而且你知道你这样长得很像秦伟耶。像不像秦伟？就是弄成一个那个学生。我觉得比较像汪建明。觉得秦伟跟汪建明还蛮帅的，而且你是不是有点黄黄黑黑的？对，因为那时候我就已经在游泳晒太阳了。那你凭什么要讲今天的故事？就你就直接着重在你很凶就好了。国中的朋友，拜托你们上网赶快声援一下。我说的都是实话。我那时候红的程度是，不管你坐哪一线，大概从南港到松山那一个路段的公车，你都会发现有立刻白写说佩珍我爱你。我都看到你面上有说佩珍我爱你，或是佩珍然后画星星。你买那么多立刻白干嘛？这个也是你，蛮可爱的。如果是小的那个，我就原谅你。大的，小的是我小妹啊。啊，你是小的，我是小的。大的那一个吗？当然呢，我是大姐。怎么跟刚刚又长得不一样嘛？我那时候更最受欢迎，而且你头发已经绑到变这样。你再讲一遍。这时候是我相机再讲一遍。这时候是我最受欢迎的时候，因为其实男生很喜欢。就是 baby fat， baby fat 那种感觉，胖零胖零，而且我必须说，我吹的角度我有量过，这个角度是最吸引人的。头发难道没有绑太紧？你这个没有飞起来吗？你这个没有飞起来。各位同学，你们解释一下，就是这是 baby fat 吗？对，这是 baby fat。这是胖啊！很明显的可以看到，我那时候很纯真。然后又带有一点男生想要的风骚味，没有啊。然后又有一点一小撮的刘海，有神秘感。你的刘海很猥亵，就是乱七八糟的。你就是一个单眼皮的胖子。我其实老实说，我现在回去看了，我也觉得说奇怪，我怎么那时候会这么受欢迎？现在比较漂亮，我现在当然也是有漂亮啊，就是有漂亮。那时候我必须说，我真的很受欢迎。结果我们花了20分钟在跟佩珍吵架，因为他太可恶，他拿出这种照片，他逼我们说他是学校最漂亮的人。你是看我没见过世面是不是？佩珍说实在是因为你常参加一些什么。那种什么演讲比赛，所以导致你变风云人物。对，而且我因为我就是除了说外表之外，我还蛮有一些才华，就是譬如说朗诵比赛我也得过名次，书法比赛，然后还有演讲比赛，即席演讲。男生哪有在你这些比赛的代表的？男生男同学没有在招募，所以他们不知道。但是因为我是当学校司仪啊，我都要站在台上，就是说，就是全体肃立，唱国歌。我觉得他们喜欢我这种音调。你疯了！我当司仪当了半年，我好受欢迎哦，大家都期待要升旗，然后可以看到我在上面讲这个话。哦，你说升旗典礼的第一个要讲话的。你说你也很全体肃立，大家就很陶醉，是不是？我觉得，因为他们都有全体肃立。自然勒。你刘海会飘吗？还是说已经是厉害到硬在那边？我有买一个那种很有名的，就是很硬。为什么你们学校可以喷这种胶？其实是不行，但是因为我们是好学生 ，A 段班的好学生，所以我们有特权。只要你名牌上面就是学号上面绣的是 A 段班，你裤子都可以打折，然后背都可以烫三条线，都可以。然后头发也可以吹，可以露乳沟吗？那时候还没有 new bra。背后为什么要烫三条线？就是为了与众不同啊，像那种衬衫这样平平的，大家都一样。哦，你说像军训？林黛玉，你站起来，林黛玉，我看一下背后。背后啦，很皱啊，很平，怎么烫很无聊，很平。为了要让自己与众不同，就烫三条线，这样烫，这样有什么好玩？这样大家觉得你我下趴啊，什么东西？下趴又拉风啊，可是谁要帮你烫这个呢？而且你可以烫这样子，
然后再折过来就一个叉。真的被你瞎掰吧？变化，每天都有不同的變化。你可以烫出城隍庙吗？就按庙宇，庙宇，庙宇。烫一个千手观音烫。已经也很古怪，另外几个同学都没有这些事情哎。所以王思佳，你有经历过那个年代哦？我们那时候上高中念女校的时候，因为都要打领带嘛，然后就为了要就是像那个什么什么，就像佩珍姐一样，就要很特别。这个才叫校花吧？这比较漂亮。这个才是真正漂亮。那时候很胖，脸很胖。可是她是哪一个？当然是右边那一个。前面讲的跟真的一样，你真的。琪琪，你觉得这几位同学谁跟小流氓恋爱过？佩珍吧，我，你，小恒，我完全看不出来，是真的大流氓吗？他是小流氓，是他的上面是有帮派的。哎呀，不会现在在坐牢吧？那个，你去哪里？你去哪里遇到他？我们学校的学长啊。哦。我们那时候国中的时候，那我们学校是很有名的，很多流氓的学校，然后那时候觉得可以跟流氓。在一起应该是就是在学校很照，就是什么都天不怕地不怕，所以就少女都会这样。那流氓是帅的吗？还不错，就白白。你这什么？你这什么德行啊你？在电视头上哦，在电视头啊！你这跟流氓交往，这流氓打还差不多吧？等一下，手上拿石头是待会要拍成 Coco 了吗？这什么？佩珍你赢了，你真的。Sorry。刚才误会了。对，我觉得第一次这个不是，但是这是国小啦，然后那个跟刘鹏在一起是国中。你们女生太神秘了，你们到底怎么从你们是从蛹的状态变成蝴蝶吗？是怎么搞的？每个人过去都好可怕。你看那个石头像拿来杀人，是打人的是。哎，你这很像你知道摇滚乐团的主，我会收集石头，东方快车还是老爹啊，还是什么？你这个根本把他，你把他的长头发拿掉，他就是一个男的耶。你们觉得他感觉重击好像提在旁边，拍完照就要提重击去飙，飙海，整套运动服。可以去演好小子。为什么要飙海岸线呢？我真的想，那时候我就你这时候在跟流氓谈恋爱，这是国小，我跟流氓是国中。OK。可这时候国中有比这个好了吗？没有。差不多，对，卷毛什么的、啊，上次有上过那个。你这样流氓喜欢吗？想要跟你学吉他吧。然后有那是高中啊，是高中。在哪里？我看看，最左边那个。最左边拍出来。戴近视眼镜的那个。有个发夹。怎么是最右边的？为什么要放大？看起来好乖的耶。还是很像男生哎。你是男的。你很像男生。你有什么好喜欢的？男的。我以前不是校花，只是人缘很好，就是在算风云人物，但是不是校花。这样如果你这样子人缘还不好的话，怎么办？你也是风云人物，人缘好，你怎么为什么？我的风云是指人缘很好，朋友很多这样，这种不是说很多人喜欢的。所以你是很好相处，是不是？对对对，我做过最多坏事，其实在这个时候，因为那时候我们班也是有那种漂亮女生，然后是廖北亚那种，然后我就看了就觉得。他很爱跟老师在老师面前的时候就是撒娇啊，然后在学生面前的时候就另外一个样子，然后我就是觉得很不爽，然后想说要想办法整他，然后我就说因为我人缘很好啊，又当班长，然后几乎全班只有他只有一两个好朋友，然后其他都是我的人。我有个眼线，从小就是跟在他的就是跟他做好朋友，就你要整的那个对象。对对，然后就我自己我有个眼线在他旁边。对，是你安排的吗？是我安排的。跟他做好朋友，今天的狠角色，所以他算是他是师爷那个路，绍兴师爷那个路。你有在安排耶？就是有一天打电话去他家，去披萨店订了十个大的披萨送到他家去，就是因为有他地址有他电话，然后送过去之后，可是我们不知道结果怎么样。然后那个眼线隔天来跟我们讲说，他就是回去就是跟他哭诉说他妈妈就是打他，因为就订了十个大的披萨太大吗？口味定错，不是因为下微笑的时候订十个还蛮，妈妈说亲自去拿买大餐，还蛮贵的，对啊，而且都已经送去，一定要付钱。这招是在电影里学来的吗？因为我自己想到的，我觉得你订披萨整人，
opening 听起来蛮狠，可是后面就弱掉了。那你几岁才开始把眼镜拿掉的？大学，所以我校花应该是大学，但是你也是校花？大学就现在这个样子啦。哎，我没有当过校花，但是我有当过快童三朵花。什么东西呀？就是我老实说，我真的没有漂亮，所以我也不是校花的料。但是什么叫做快童三朵花？就是我是念快童科。这就是三朵花吗？对对对，快筒三朵花，中间那个比较漂亮。对，中间那个很漂亮。你是哪一个？蹲下右边。没看到我是走小虎队的下面那个那个。你为什么常常露出一个惊讶的表情？没错，你眼睛一直在那边撑着什么劲啊？这样才有精神啊！哎，就是看了几遍，真的确定不漂亮。而且不是，就是不像女的耶，像中性的人，那大家都赞叹吗？就是大家就一直在看啊，看我们三个长都没有人嫌弃，怎么会？拜托，我们走出去很傻，因为大家都在看中间那个吧。中间那个也没有，她当然是也很漂亮，但是她真的不是追求者最多的。不是，因为照片是静态，你不懂，就是说明佩珮很风骚。我真的，真的还一直跟人家 flirting， 她可能在这张照片拍完就是这样甩，对，然后把衣服扯开啊什么这样。老实说，我赢的部分用舌头舔嘴唇，是在身材。我老实讲，你这样怎么看得出身材？上次看不出来，但是我制服一穿上去，整个我妈 flirting， 就是我的制服一穿上，因为你知道武装的那种制服很挺啊，就是对对对，你知道升旗的时候，大家一排站过去就看到我啊，然后肚子平的，胸部又挺，整个真的是我是慌了，很想要证明自己的笑话，胸部都拿出来一点。三朵花要干嘛呢？就是。其实真的很不好，我真的不觉得说长得比较漂亮一点是一个好处，因为你每次大家同学要办活动要联谊都不约你啊，他们就默默的在那边讨论。我说，哎，你们在讨论要去哪里？他说，哦，没有了，没有，对对对，我们有联谊。我说联谊我要去，他说，哎，你们不要去啊，你们去，那我们都没有男生写信给我们啦、啊。就是也直说，还是说是联谊的男方根本不要你们去？没有，每很多外校指定要跟我们快筒科联谊的话，都会说，那请问这次有快筒三朵花吗？传到外校去，真的，我也很压抑，真的传到外面去啊！我不知道哎，那时候他们应该只想说中间那个漂亮，可是他们一直三个人都黏在一起，他们只好硬叫你来三朵花。明明只需要一朵花，别人都是校花，只有他们是三朵。我跟你讲，因为我们这个动作是没有站齐，我们站齐呀、啊，就是那个味道就是真的很，比如说站成这样嘛，一个花的形状，就花也不行，那琼瑶那种气质会散发出来，就是我们只要悠悠的站在那里，就有男生会过来。因为我们三个就一般高，腿一样细，然后就是，头发发型也很像。可是我觉得周小环更难懂啊，他戴眼镜那段怎么可能会有人喜欢你啊？佩珮一阵气，李佩珮都在解释，很好看。其实你这边应该很酸吧？一种猛讲。其实我在学校，我还是我不会动手打别人，可是我的同学。会，因为我们是服装科，然后服装科应该都是这样，每天都在扯衣服啊、裤子啊，很乖，对不对？可是我们前几名同学有一次就被发现到他去打人家，然后我还帮他们去跟教官求情，然后他们就没有被记过了，所以我根本不是廖北啊，小金，哇，好甜美哦，可爱。这一型还蛮特别的。我可以先送礼物给主持人吗？因为很怕等会讲话会就是。这是什么？这是我们公司的东西，代理的服装。是你的新的品牌吗？对啊，就是我的跟佩珮合作。OK， 恭喜你，很可爱哦。它中间海报上不是你本人？哦，不是，是一个外国 model。OK， 好，所以你现在是老板娘是不是？啊，对对对对对。小金的衣服很可爱，衣服很漂亮，很时尚。谢谢谢谢。啊！怎么了？又怎么？哎，丁小琴，如果你班上有像佩珮这种，就是她样子就是真的不是班上最顶尖的，可是她就好受男生欢迎的话，你会很恨她吗？不会，我会跟她成为好朋友。对，反正倒是我觉得，我会比较怕像思佳这种女生，因为其实我们以前学校就有个校花。长得很漂亮，可是在老师面前都是很乖。可是老师一走，他就是那种会很有心机的，会暗算同学。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人？真的有，而且他下课他就涂那种酒红色的口红。以前韩国不是流行那种红色口红，他就涂成这样子。他去哪里？因为他就在那个学校的旁边的巷子里面，然后就很多男生就围着他这样子。
行径很诡异，这种事啊，你说涂上口红，然后立刻站在小吃，他就是他有这样爬上去在你手里飞走吗？他就是很双，因为行径有点蛮特殊的耶。我就看到那种，比如说很漂亮的女生，我就会觉得，因为其实我在班上我也不是很漂亮，我还有一张照片，就有一个女生是我觉得她最漂亮的，所以我就会我很喜欢跟很漂亮女生，这个在哪里啊？中间这个没有你啦，右边的，右边嘟鼻子的那个，超可爱，那个是你，那个啊，对，你说是这不也没有说很漂亮吗？你怎么脸，你脸怎么变窄了？可是我不懂，因为你在上面口口声声说你那个时候已经在拍杂志了，对啊，什么样的杂志？等一下，我要解释一下。今天百搭是要来耍狠，就被都被羞辱了，都已经被质疑，不是怎么回事？没有，因为我在念书的时候，我还蛮乖在班上，而且我们是服装科，所以都要很守本分，你知道？所以我出去就会化妆会打扮，在学校就不会。但那时候我是模特儿，你怎么我跟这样子是同一起的这样。可是你的模特儿经纪公司是怎么选中你的？对，就是还是说你是化妆很漂亮，是不是？好敢讲，这个很漂亮，这个很对啦，这个才对啊。怎么会差这么多？不是，我刚刚是做鬼脸，你不能用鬼脸去跟这个正常的比啊。这个才是正常的你。正常对啊，对啊。这个很可爱啊，腿好长哎。对，我唯一优点就是腿比较长。可是为什么头发好像有染过？对，偷偷的染。你偷染吗？那个时候不，其实应该是在放假的时候。你们五个人有跟老师对唱过的举手，整过老师的。我们以前学校女生会穿运动裤在里面，她会叫女生把裙子拉起来，然后去这样讲好吗？就是会做那个就是这样的姿势，然后打屁股吗？打屁股，对啊，她让你很丢脸。哦，叫林黛玉摆那个姿势啊。你自己走到这边来，你不能怪我们吧？你自己走过来的。为什么没有带尺来？把裙子给我掀起来，弯下腰来。裙子，侧面。裙子，还有帮你掀吗？啊，那要掀到怎么样？内裤红，因为是这样，你要这样子趴下去，对，他就这样，你要低一点啊，再往前一点。好想跳马背哦，对，以前很喜欢跳马背，就是把它这样子，就整个都这样掀起来，然后打完屁股就被看到，就是这样发着。可是你这样掀起来，不就同时看到里面的内裤吗？是女生班，女生班是女生。就是这样，好害羞。你为什么要过来？我不懂哎。天堂路回去。你们为什么还有勇气跟老师就是抗议呢？因为有的时候老师也是人，老师也会犯错啊。所以王思佳，说真的，老师也有七情六欲，老师他也有自己不爽，在不顺的时候。工作压力太大。我有一次也是这样，我也是就是无妄之灾，因为有太多男生来信啦，就来那个。他真的很爱用这个。没有，是说真的，我也不厌其烦，因为我要考高中，我也想用功念书，可是他们男生的那个纸条不断的来，我也很困扰，然后又被老师盯上。来信跟你借钱吗？还是？然后老师就一直变成会找我查，就一直每次上课就说，来，那现在来收书包。所以如果被他收出有男生的纸条的话，他就要惩罚。那我就很烦，所以我后来我就写了一个非常严厉的信，跟他警告说不要再写纸条给我。有一个比较大条的，就是类似流氓那一类的，他很坚持要传纸条，我就说再也不要写纸条给我，因为我们老师他心里有点变态，毕竟到了快四十岁嫁不出去，又去参加五爱红娘，也没人选他。他真的去参加五爱红娘。对，他就去参加五爱红娘，然后没有人选他。他那一次之后，他整个人好陷入深深的忧愁，然后就传给那个男生，就没想到那男生他们老师那天收书包，所以他们老师那天收书包就收出了我那一封的警告信，对，警告信。就那个老师就拿给我们班导师，就说：“哎，这个好像是你们班女生写的耶。”他就把我叫去，所以我就说：“老师何苦？明明知道是。”然后又要说：“这是你写的吗？”那我想说，男子汉敢做敢当，你也不是男。我想说，要承认，应该要诚实吧？是不是？对。所以我就说，
是我写的，然后当场就是一个反拍，在一个正拍就过，然后我是第一次，因为你要想我在学校是模范生，然后成绩又很好，所以我是当着所有老师的面被老师呼那两巴掌。因为你写那种什么参加我爱红娘没人选这种，你很伤到他。可是我也是想，我讲的也是算事实。你还有攻击他外表吧？我没有在想说他会看到啊，因为我还要写，就是说老师月球表面，然后。米粉头又不好看，要选不选？你干嘛写那么详细？那我觉得两巴掌算是很客气，两巴掌，然后整个他就说叫你妈妈来，对，就整个唠狠话说不是你走就我走，就我妈就来学校，然后就老师就说你看你女儿写的东西，然后我妈就能看一看就这样，然后就生气，多尴尬，然后就这样转过来说，佩珍啊，你哪在安内功老师？我们有时候做人也不要，就是要有委婉一点啊。你安尼讲小弟，是不是伤到老师的心？然后讲老，然后老师一点都没有帮助吗？他说老师对不起，我女儿讲话比较直，还用直，好讨厌。就不断在举例我有多白目的这件事，有让他多丢脸。然后我想老师也得到这个，也知道我妈的意思，所以老师后来下一个学期就离开了，就离开了，没被你们母女俩气走啊！母女俩气走了，就是好强哦。对啊，我觉得参加《我爱红娘》被看见，这事情很伤。我觉得，就你们学生一定在底下叽叽喳喳的。可是他去赶上《我爱红娘》，他就不能怕被人家看见。对啊，那毕竟收视率。他怎么知道小孩子会看？小孩子那节目很普遍呢。所以。他就想说离开一个学校，说不定重新做人啊，不会再被人家这样笑。我觉得那个很伤。麻英怎么会整老师？我们是一班同学，大家一起，比如说下午上课，然后两点钟大家一起那个像放那个笔的盒，铅笔盒，铅笔盒。然后大家那个时候的铅笔盒是很硬的那种，铁的。对，然后大家一起两点钟倒下来。然后那个声音的意思很大，推到地上吗？很大，地上，然后很大很大声。那个老师是已经那个时候已经七十多岁了，比较老的。然后安田中很大声，然后那个老师就吓死了，因为那个老师你每次都是考试的时候 ，Wendy 超难，很难很难。然后很聪明的同学也是最高会得30分。或是40分，就是很难过关的，太难了，所以大家都生气，然后整他。那后来那个老师说，就吓到嘛，然后说通通出去，就是不想上课就不要上课，都出去。然后我们30个人都出去了，就真的走。然后就是教室里面只有2-3个人。你知道麻衣也是校花哎，麻衣是校花很应该啊，像有些人哦，我以前不怎么样啊，好丑。不会啊，很漂亮啊，那是高一。哎，你们班的女生都还蛮漂亮的。对，都还蛮漂亮。我们学校是比较那个怎么讲，有钱人的学校，然后大家都是医生的女儿啊，就是。可是麻衣，你以前照片看起来比较凶一点。没对，有吗？对，大家都说很有点 man。我没有笑就很恐怖啊。然后你跟你们学校最帅的谈恋爱是不是？对，那个时候就是那个校长是学校票选第一名。然后有一天上网课，然后我在等同学。所以刚刚你听佩珍在讲故事的时候，你都在。这是哪一个？这里面有校草吗？没有，他们是比较像爆竹子那种的。这种这种会喜欢我。我们没有要聊这个，没有要聊这个。我们已经决定跳过你的谎言。哎，你三个说实在的，不要管他们造型，长相都还不差哎。就是很像日本那种校园偶像剧里面会演戏的。不是我们学校的，我们学校没有那种男生，我们学校的男生是乖乖的那种，那个小开那种。所以你有很多好朋友是暴走族。对，然后那个学校我高中啊，他们也是以前个暴走族。哇，你这样真的很漂亮了耶。但是已经退出了。然后那个校长，我在教室里面就是弹钢琴。然后就校长就进来说，他是你同一年级的吗？比我大1岁。校长的儿子不是校草，校草。然后进来之后，他说可不可以教我这个曲怎么打？怎么弹？然后那个曲是 Long Vacation， 木村拓哉那个连续剧。噔噔噔噔。然后他就说，整个就是偶像剧的情节啊。然后可不可以给我乐谱啊？然后我说好。
然后隔一天给他乐谱，然后就一起练，教他，然后慢慢开始教完。这也太浪漫了吧！可是我们学校在学校里面不可以手牵手。你们真的很糟糕哎！佩珍讲的故事你们都不相信，然后麻衣故事你们就说很浪漫，很浪漫。不是因为他至少照片秀出来都是人模人样的啊，对不对？就这个故事在你身上发生，我们都可以接受。但我也是跟校草。校草已经过了，只要校草在情史里面，我们不是那样子，就他的是很唯美的，但是我的是充满险恶的。就是那时候，因为我国中的时候，我国一很丑，非常非常丑，就丑到就是比他好一点了。丑不丑？不丑啊，比佩珍漂亮啊。这样有比较漂亮吗？这样很漂亮哎，我觉得很丑。我觉得这五官是对的五官哦。对，而且眼睛好长哦，很适合拍广告。对啊，就真的，然后就那个时候，就因为我跟校草的班级隔很远，然后他们都是那种高高帅帅的男生。好歹也要结婚了，我们这样懂吗？就是，你们什么时候要播？先跟我讲，因为我那天可能要带我老公先出去吃。因为我一直把以前的照片藏得蛮好的，我以前不想没有让他发现。所以那个校草怎样？就那种高高帅帅，然后就是那种整群，然后就很像那种皇上微服出巡下江南那种，就这样整群，然后就在校园里面这样绕。对，然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会喜欢我，就是走一个很低调的路线。可是有一天他就出现在我们班的班级门口，然后就跟同学说他要找我，就递了一封情书。从那天起，我就变成全校最热门的人。就是还有。真的是我们觉得当时的笑话，现在他也在演艺圈里面。谁？就是那个张家慧，张玉成。哦、oh. ，对，他有拍戏，外读过，又漂亮，他是我们当时的笑话。他没有喜欢他，喜欢你。对，所以我个人觉得非常的这个也很漂亮啊，对，真的也很漂亮。怎么会？你怎么会打败他？我也不知道，但我当时就觉得，就是我也觉得很奇怪，而且我们好像要趁机出卖一个，也在这本书。纪念册上的另外一个女生呢？对，还有另外一个谁？啊，好漂亮啊！Selina，好有名。哎，你们学校漂亮的很多耶。就她那时候也很有名的原因，是因为她功课非常好。可是 Selina 这个造型有点像那个舞狮舞龙的时候那个头上罩住那一个拿扇子在摇那个娃娃头的摇。可是好学生嘛，可是也算是漂亮哦。对他当时，沈丽娜真的很无辜哎，没事就被人家抖出来一张。所以后来你就跟那个校草真的交往了。对，但我承认我是因为虚荣心跟他在一起。多久？因为我根本别人得不到他，你得到了。没有，因为当时他就写那个信的内容，就是说你要不要跟我交往，然后我很喜欢你。然后可是那我就觉得说，可是你怎么会知道我这个人？这样，然后后来他就问我说愿不愿意，然后你就看到那种旁边有那种扫射的那种眼光，你当他就说我愿意，就也没有什么别的原因，然后我就跟他在一起，然后就那时候就会在学校，就只要是去上厕所，就有那种女孩子就这样飘过来，这样，我命令你跟他分手，命令，对我命令你跟他分手，你谁？我的反应就是这样子，他就跟我说。我跟你很熟吗？就是我每天都会被女同学警告。所以你为了维护你的爱情，就要一直跟人家结仇就对了。就是那个时候就是这样啊。你曾经把男生锁在房间里跟他求爱。哦。那是我们那个时候，因为我们在国中的时候其实有点压抑，因为我们是舞蹈科，然后我们老师对我们的方式就是有点像修女的感觉。我们上厕所这样三个人去上厕所，如果或者是如果你一个人去上厕所的话，老师说你是花蝴蝶吗？你是花蝴蝶吗？这样。什么意思？可是我们尿真的很急，你知道吗？是，你跟我是凤蝶。为什么一个人去厕所会被讲成花蝴蝶？他觉得你就是要一个人勾引别的男人这样子。然后就是因为我们很压抑，然后更别说什么要交往是绝对不可能的。可是呢，我们还是会有喜欢的对象啊，对不对？那时候我们是 A 段班，然后我们隔壁是一个 A 段班第一名的班级，然后就有个男生，每一天就是带着那个哑铃啊，就是可以沙包绑在这个手跟脚，在那运动这样子。只是我们是舞蹈科，然后我就觉得哇，他很帅，然后又功课又好，然后又会运动，然后我就想说，我到三年级的时候，我一定要跟他告白。然后刚好我们班上，我跟我的死党又都很喜欢他，我就说，哎，那我们就两个人一起跟他告白。可是如果我们用一般告白的方式，太逊了，所以我们想说怎么办呢？然后就把他约到楼上的空教室，然后把门反锁，然后把他扑倒。不是，
然后他绑在椅子上。真的假的？真的假的？对，可是我要讲哦，我跟你讲，这种东西一定是你情我愿，他绝对不会只有一个人。他有挣扎说不要这样，不要这样。就没有啊，很乐。他也没有，他就是微笑，就是一直微笑这样。你们绑的时候是开玩笑的绑还是认真？其实我们有点开玩笑这样，就是你坐下我们要绑。坐下对，我们绑。我这样就觉得好恶心哦。不会啊，如果是少年还蛮好玩，就不懂这样就把它绑起来，然后就说就一个一个轮流讲说我们还蛮喜欢你，喜欢你三年啊，一定要绑住，为什么不能不？因为他跑走啊，然后他也不反抗，然后我们就跟他讲，讲完之后他也都没反抗，之后他就很冷静的，然后我们把他解开之后，把他送回到他教室之后，就还到毕业典礼的下午，因为我们留电话给他，然后我们也写了一封信给他，然后他就打电话到我家，然后刚好那时候我同学在我房间，他跟我说，他说我其实他是打给我，他说我其实我喜欢你，喜欢你三年，然后就他跟我告白，然后我整个就很震惊，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跟我那个同学解释，因为他在我家。可是为什么不找？你们可以交往三年，你们都浪费掉了。可是我们班那个老师太严了，而且全校都怕我们班的那个导师。就最后你有跟他在一起吗？没有，最后还觉得这样，我觉得很奇怪。我觉得男生有问题。为什么？有问题是你们吧？因为我觉得他为什么当时我们在跟他告白的时候，他没有回答我们，为什么要隔了这么多天？因为现场有另外一个人呢、啊。他才是正常人呢。你绑人的人竟然说人家不正常。我是想说他应该会直接，或者是他要顾到你旁边那个另外一个死党的心情啊。这个呆子。所以听起来那个女生耍狠程度应该还好。还好啦，没有到很坏。对，就是俏皮而已。诡异比较多。诡异绑人的比较恐怖吧。真的。不过佩珍这样一路走来，今天算修成正果。真的耶。对啊，我好开心哦、喔。所以其实你们刚刚在讲说，哎，怎么有人要娶她的时候，其实我内心想说，对耶。我想说，你到现在才感受到。但我现在讲什么都是开心。因为我有一度就是已经有绝望到说，我觉得我遇不到一个真的懂我跟会疼我的人。对。啊，好好。然后我就想说，其实上节目当然搞笑，或者是放得很开什么，那也是一部分我工作啊。可是我觉得私底下，老实说，我自己觉得我是一个很好的女生，因为我也很孝顺，我也很认真做好每一件事情。我们没有要做个人专访哎，你干嘛突然给我放心？对。可是你那时候打算放弃的时候，是想要去欧洲之类的吗？那时候要放弃的时候、啊、我就是想说对，去念书好了，看看有没有外国人。这个惨是不是啊？干嘛去帮他找外国人？不是，是在散心。所以你是空窗好一阵子，对不对？对啊，所以我很感谢那个好朋友。可是你现在确定会结了吗？当然啊，我的婚期都定了6月7号。那今天这样整集录下来，我们俩有可以收到喜帖吗？我真的很希望你，而且很慎重想要邀请两位。啊！就是出这头，我知道你们前面的攻击都只是为了让我就是更多的镜头。你乖乖去、啊，羞辱人家还要邀我们？因为你也知道我怎么样，我是练家子的耶，羞辱真的对我来讲还好。你们俩去婚礼会被用石头砸。6月7号我订机票，我会去那个香港那边参加一个 fashion show。好了，恭喜佩珍哦！谢谢，谢谢大家。Thank you.